在又带着孩子走了二年的功夫，总然是老天不负苦心人。真的，我现在的台北算是站起来了，不过还没有达到我的理想。老中青少，一棒接一棒，一代传一代。我暂希望老天，加我给年呢，我再多健康，多带你们七个道场，我再看到你们通通标准，那我就这一辈子也都没白了。为你传遍